主料小鱼500克，辅料泡椒10克，泡蒜5克，生姜5克，油盐1克，紫苏酱油2克，白酒鸡精1克，尖椒100克，葱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小鱼、泡椒、泡蒜、尖椒、生姜、葱切好备用，紫苏备用。油锅烧热，放小鱼煎，翻过来煎到两面金黄，泡椒、泡蒜、尖椒、生姜都放入，再放盐，放紫苏，放点白酒，放点水煮一会儿，等汤汁变少了，放葱，放点鸡精、酱油。OK。烹饪技巧，在烧制的过程中，放白酒是为了去鱼腥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